我要爆料，那个卢思成，他都没办法好好睡觉，他每天都睡在我的床上。就是那个吴浩翔哦，打呼太大声了，我都睡不着了。那有没有什么队友好笑的事情？金宝弟，王俊豪，他那个钱包被我拿走了，我把他的照片放在我的头上，帅哥，本来想把他放在我的手机壳后面，他拒绝我。罗思成啦，罗思成，非常腼腆啊，腼腆男孩，他笑起来真好看。等一下，他一定要秀一段舞。就我们在做重量的时候，罗思成都会跟着音乐在跳舞，放什么歌他就会跳什么的。吴威。就跟他刷牙洗脸，然后有一次不小心用到他的脸，然后他就说脸很痛哎，然后说那里，然后他说刚好准备可以那么帅，然后他就这样摸他的脸这样，冷冷，像昨天晚上就准备要睡觉，穿着放假的衣服跟我说他要去西门町，哦是真有，他都很喜欢抱别人睡觉，说他爱我，我在宿舍都会装女神，嘉诚，罗成啊，他喜欢学女生跳舞。